小博，家里是不是下午发生什么急事儿了？你来电话的时候，警察正在咱家调查你呢。你说什么了？他们问你见过胡胡没有，我差点就说漏了。姐，他们没看出来吧？姐，真的快顶不住了。我这是在犯罪，我还有一家老小。我绝不会犯事儿，姐，您放心，我保证。 是一个演员，导演都给我角色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会挣很多很多的钱，把这些钱都给你们，让你带着姐夫、胡胡、爹妈出去旅游，过好日子。我保证，你不能再说这些了。你，爹妈好吗？ 对不起，姐，我刚才有点太激动了。对不起，姐，你辛苦了。小博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演戏越来越好，不就越来越危险吗？你就不怕被人认出来吗？ 姐，我有办法。自首吧，小博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你还年轻啊。您容我再考虑考虑，再考虑考虑，这事我还没想好。海棠，海棠，妈叫我了，先挂了。喂，喂，姐。 哎，道具，来摆桌子放这边，国徽这儿啊，稍微正一点，再来点，好，就放这儿，俩椅子，放，对，还行，还有这个，对，放在这个公共宴宾下边，啊，放，就这儿，等一会儿，各部门都好了吗？好了。 来准备准备准备，哎，打，又有什么想法呀？我就是觉得被带进来的时候，您觉得应该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你觉得呢？我在外面让警察抓他的时候反抗，心里特别抵触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一进到这种环境，他肯定是心虚，然后会崩溃，对，是崩溃的感觉。
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？一进来就崩溃了，那还能叫阴险狡猾的逃犯吗？那按照剧情的发展，正义的力量和邪恶的力量是要有一场较量的，现在就正是这个过程。所有的犯罪分子其实他从骨子里都是愚蠢的啊，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啊，他们在这个潜逃的过程中都心存侥幸心理，觉得全天下的警察都是吃干饭的，觉得自己可以逍遥法外一辈子。导演给你讲戏呢，你在听吗？啊，听呢听呢。我觉得你呢现在就正处于这个愚蠢的时期啊，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，啊，自己潜逃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没事儿啊，就算是被抓住了也是能扛就扛呗，对吧？嗯，所以呢你一进来就应该是什么呢，魂不吝，爱谁谁，反正不是我干的。嗯，导演你看是不是就这种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七个不服八过分啊，好吧，好好把握住这个感觉啊。好好好了没有，都好了没有，好了没有，好了，各部门准备好，我们走一遍，来来来，走戏走戏走戏。来来来，各部门。好。怎么，姐吗？不是，不太习惯。你不是逃犯吗？多待几次就习惯了。你们都好了没有？道具好。预备，开始。坐下。哎，等会儿，如何？好，来，正式拍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你真够笨的。来，哎，累了吧，呼呼？你都摔了好几次，怎么还不会啊？一会儿请你吃冰激凌。去去去，谁稀罕呀？有什么呀你？那你骑给我看看。你还是我哥们呢，真无语。好好好，来骑着练吧。我饿了，我想吃点东西。不是，你刚吃完一个驴火，你又饿了。你又说我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说过了不起吗？有本事咱们比学习，比玩电脑，不，比跑步，比爬墙。比这个，咱们比旅游。我去过新马泰，坐过飞机。这回你无语了吧？那咱们比谁看过拍电视剧？你看过拍电视剧吗？那当然了，我看过拍古装戏。哎，林叔叔，你们又来了。伯父，你妈在吗？在呢。跟小朋友玩不许打架啊！没有，警察叔叔，我们是老铁。老铁，好好玩吧。你真看过拍古装戏吗？那当然了。是《甄嬛传》吗？我不告诉你，告诉我古装。看明白了吗？这次是全国性的追逃行动，力度之大，前所未有。马警官，你也都看到了，我天天伺候这一家老小，是真没有秋波的消息。通告你也看了，话呢我们也说尽了，只要秋波一天不到位，我们就一天不会放松的。秋波我们肯定会抓住的，希望你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。不会，我哪有什么幻想，我愿意配合你们。大姐啊，你看看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，老胡大哥一个人挣钱养活你全家老小，压力多大，难道你不心疼吗？这是谁造成的？你父亲去世，你母亲瘫痪在床，这又是谁造成的？我们一次一次的来，代表的是公安机关。我们带着善意来，就是想挽救秋波。这点你们做家属的心里最应该清楚，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不掌握他的情况。
你们知道他在哪儿了吗？这个你没有权利过问。我们现在是给他机会，同时也是给你们家属配合我们的机会。我知道。咱们国家刑法里有一条包庇罪，你清楚吗？清楚。你们是不是怀疑我？我们从来不做没有根据的怀疑，只是告诫你千万别犯糊涂。大姐，被秋波打成重伤的是个女孩，你知道吗？女孩。11年前，女孩要跟男朋友结婚，遭到秋波一伙的残害，男朋友当场身亡，女孩终身残疾。要不然，他们的孩子应该跟你家糊糊一边大了。加上你们这个家，秋波一伙毁掉了6个完整的家庭，你说我们公安机关能让他逍遥法外吗？妈妈不吃，自个儿吃吧啊！糊糊真乖，知道疼妈了，啊！大姐，今天到这儿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那你们二位慢走啊。警察叔叔，啊，你们还来吗？来呀，叔叔事情还没办完呢。那你们再来的时候，能开酷酷的警车来吧？那多吓人呢！叔叔不喜欢看那种警车来。再见，糊糊。警察叔叔再见。哎，慢走啊。我的学生，我都有照片，看吧。杨老师，嗯，您可是桃李满天下呀。也有不成才的。哎，秋波这孩子太可惜了。您还记得他？记得。他3年级的时候，我是他班主任。我记得他是班里的文艺骨干。是吗？嗯。那他最擅长什么呢？唱歌，演小品。可逗了！有一次他演个小地主，贴了2片胡子，把大家都逗乐了。所以我记得他。杨老师，嗯，那他小时候的情况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他个子不高，除了爱表演，他胆小。对了，我做过家访，他爸爸妈妈好像是工人，家里环境一般。他小时候有什么缺点吗？他的成绩不太好。哦，对了，他有虚荣心，总怕别人看不起他。杨老师，这里边哪个是秋波啊？看看。哎呦，这照片上的人太多了，看不清。这么一张大的，来，看这个，这就是他。小地主，我看看啊。嗯。队长，你说秋波怎么会变成这样一种人了？你要通过现象看本质，想想他们家。他们家是个正常家庭吗？我是指这跟他父母的教育缺失有关。您的理由是？通过他们的家庭状况，你可以断定。他姐姐从小就吃苦耐劳，帮着大人料理家务，可他的父母呢，却一直娇宠秋波，把什么好东西都让给他先用。可秋波呢，一见到家庭好的同学，就会觉得自卑。心理学家说，自卑也是一种虚荣。没错，他那么喜欢表演，这就说明他希望大家能关注他，让他有一种优越感。他学习不是不好。他不希望别人瞧不起他。这样的人都很自私，并且没有责任感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挺可怕的，不过好在我的童年是健康的。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不主张从糊糊身上找突破口了吧？上次我就明白了，青少年是祖国的花骨朵嘛。那你是什么呢？大老爷们儿啊。可在我眼里啊，你还是一个小树苗，
还得需要我们浇水呵护。队长，我有这么嫩吗？要不我跟你姓铁得了。肯定梅西呀，他最烦 C 罗，还得看 C 罗。梅西那小黑个，梅西梅西。老师，这里再深点吧。这样吗？啊，对。我觉得这样弄上去，这整个人就显得很憔悴。行行行，下场戏你不就崩溃了吗？是是。哥们儿，先把扣子摘了吧，一会儿拍的时候再戴。哎，不用，不，真不用了，老师。那个，我这样戴着挺好的，踏实点。戴着它你还踏实？多晦气啊！来，先摘了吧。老师，真的不用了。您想啊，您这一天要是咔嚓咔嚓扣过好几回，多吓人啊！真新鲜。行，那你戴着吧，省事了。哎，行了，接活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老师啊。齐斌老师，那个，咱们要不对对词儿？呵，还戴了扣子呢。准备的够充分的啊，找找感觉。现在像你这么认真的群众演员，可真不多了。我这次有名字。哦，对对对，人家有名，王彪吗？戏份够重的，一共八场呢。行，来吧。哪场？十五页的38场。是吗？还真是啊。王彪在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政府。我知道了，我都说了。我看你是不老实啊！别这么说，哥。谁是你哥？这是公安局。我发誓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我全说了。政府，你们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吧？冤枉？看看这张照片，这是受害人的照片，28岁啊，马上就要当新郎官了，却惨死在自己的家门口。好好看看。彪，你再看看那段录像。哪段？往哪看呢？往这儿。这个姑娘才25岁，再过2天就要披上婚纱了，美好的生活刚要开始，可她还没有尝试到幸福的滋味，就被你打成了终身残疾，至今还躺在床上遭受着痛苦的折磨。你们抓错人了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张东风，在。你以为你改名换姓逃亡5年就能逍遥法外？铁证如山，你根本没有抵赖的可能。就算你今天是零口供，我们照样把你挖出来扔进去。我们是在给你机会，聪明人都会抓住机会，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自欺欺人，走向深渊。张峰，你让我考虑考虑，让我考虑考虑。
给吓的。噗！你吓死我了！咱能不能别这么一惊一乍的，行吗？你是把我当入室抢劫了吧？来来来来来！小心烫，小心烫！大庆哥，你吃肉？这可是我专门去超市买的，我买的时候那卖肉的可高兴了，他正愁肥的卖不出去呢。真香！哎，大庆哥，嗯，其实我一直都挺纳闷的，嗯，你怎么那么爱吃肉啊？还专挑肥的吃，你不怕胖？人好些演员都怕吃胖了，没人找他们拍戏呢。文文，有句俗话，各施各法，各马各扎，各庙各菩萨，师傅一个，不同玩法。可是，哎，你要变成那大胖子了，那怎么演戏啊？文文，你们女孩爱美，特别是干演员的需要漂亮的，这男的不一样啊，这男的他需要长得有特点，人们就能记得住。你看现在这些男演员个个都是跟瘦的跟猴似的，这一出场他没特点，人记不住他。这时候我来一胖子，我这一出镜他有特点啊，人家都能记得住我。那你这就是为戏豁出去了，那是必须的必。哎，哥，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那么琢磨戏，导演怎么说咱就怎么拍呗，反正戏最后也得导演把着。那不对啊，老板，导演把握的是整体，咱们从角色出发那是个体，角度不一样。你说导演也没那功夫，也没那时间，就把每个角色都揣摩得透透彻彻的吧，对吧？我就是觉得你这么认真，导演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不会，你不知道，那天啊，导演跟我承认错误了，还夸我呢，说我琢磨得对。真的？你说这些导演啊，谁不喜欢那种认真的演员？干咱们这个行，你就得认真，你就得琢磨。你看那周星驰演的那个《喜剧之王》，他一个动作，他有好几种演法，多棒啊！这个哥，就你这能琢磨劲儿，我是打心眼里佩服。我知道你说的对，而且啊，你这么认真也没错。可是我就觉得，你说现在拍戏谁还这样？哎，就有些腕儿，那就打着飞的过来串戏，就让助理举着台词器照着念，谁还琢磨戏呀？赶紧拍完拿钱走人了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你做演员，你不认真的琢磨琢磨戏，你说哪个导演敢用你？你还有饭吃吗？啊，你还有活干，你还有戏接吗？可是你说你要有点自己的想法，好好拍，那没准导演又不乐意。哎，你说咱们怎么就这么难呢？难吗？我觉得一点都不难，总比当逃犯强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看那些腕儿啊，也跟这肉一样，是小火慢炖，慢慢熬出来的。哦，来，大庆哥，你再吃一块肉。从即日起，你吃。为落实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，将开展为期一年的追逃行动，以全民动员、全警追逃的力度，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。近年来，全国各级公安机关不断完善追逃工作体系，
加大对各类逃犯追捕力度，及时抓获了一大批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，严重打击了犯罪。但是当前仍有一批犯罪嫌疑人在逃，所以上级领导要求各地公安机关，你听这干什么？奉劝那些负案在逃者放下思想包袱，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，戴罪立功。同时要求秀水市的追逃行动涉及多警种多部门，对此必须精心组织，周密哥形成全警参战、大庆哥支持的缉捕逃犯工作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呀。那你干嘛听刚才那个广播呀？我刚才入戏了。入戏啊？导演不是让我体会一下这个罪犯的那种感觉吗？我就在想啊，你说这些罪犯他们听了这个广播心里怎么想？哎呀我去，你太棒了，你刚才是在演戏呢吗？太逼真了。哼，老板，谢谢你。谢我干嘛呀？你是嫌那炖肉呢吧？老板，我谢谢你欣赏我的表演，你才是我唯一的观众。哎，老板，我突然间觉得有点累了，要不然你先回宿舍吧。嗯，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我走啦。慢点啊。浙江旅游的照片吗？是啊。那好好的你烧它干嘛？这都发霉了，再说照的又不好，我不想要。哎，中间这个人是谁啊？还穿着这个衣服？旅游景点儿，一个人穿着古代服装揽客，胡胡觉得好玩，就跟人合了个影。哎呀，行了，真的。海棠，你别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我能有什么事儿瞒你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中间那个人是秋波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放屁！你真的胡扯。爸妈，你们别吵了，我明天还要上学呢。胡胡，没事，爸爸要去厕所，你赶紧回去睡觉。睡了睡了啊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去啊，没事啊。Thank you.
你没死。啊！哎呦！啊！吓死我了！哎，昨天晚上一宿没睡。体验导演跟我说的那个，啊，对，逃犯的末日感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着，一会儿就困了，就睡这儿了。快起来吧！慢点。真是个戏疯子。啊！可惜，早餐洒了。没事，还能吃。不行，哥，你别这样，我心疼你。今天我有两场戏，拍完以后，贾哥带我去见一个投资商。这是好事儿啊，你赶紧去，别耽误了啊。那行，哎，那我先去了，晚上我再来啊。行，我晚上做饭等你啊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大庆哥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今天一大早我妈就打电话把我吵醒了。怎么了？她跟我说我们有一个邻居老李是个杀人犯，今天早上被警察给带走了。你说这都隐藏了十多年了，真够吓人的。看来这次追逃行动还真挺厉害的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你赶紧回屋睡觉，别再琢磨杀人犯的感觉了，听见没有？现在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不会去自首的，你们别逼我好吧。小波，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宠着你惯着你，姐姐也把你像小皇帝一样供着，可是这回你能不能听姐的？你现在是个大男人了，男人就得有个男人样，你做了任何事情你得有担当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你害的是一个25岁的姑娘。别这么说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会去自首，绝不会。小波，小波，小波，哎，我来了，妈怎么了？
您看行吗，黄总？好，很好。那您那戏文文能上一个吗？上一个哪成啊？哎，太对不起文文了。黄总爽快，文文，快谢谢黄总。快，谢谢黄总。那就握个手吧。下回见面可就熟了啊！哎，文文，你可是演员啊，怎么能害羞呢？呦呦呦呦呦呦，您这表得几百万吧？那咱们就聊聊合作的事儿。就你们那破戏能有多少钱啊？我卖几套房子就都有了，这都不是事儿。那咱们下回还这儿就聊聊，行吧，兄弟。那文文再坐会儿。那个哥不行，文文还有戏呢，我们这是偷跑出来的，那个导演该骂了。你们导演算个蛋呢啊！他敢骂文文，我整死他！我哥，别这么说，我还指着导演混饭吃呢。行了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市场啊，还就缺文文这样的清纯女孩，还就不缺导演。不就是个泥瓦匠吗？满世界都是。你看着啊，导演，谁呀？叫我呢。哥，你说这事儿靠谱吗？靠谱啊，怎么不靠谱？最后就弄得我吧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放心吧，那是贾导的朋友，你可千万别浪费这个机会啊。那下次。你陪我一起去行吗？我去啊，合适吗？太合适了，求求你了。行，陪你去。哥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你看我一个人孤身在外的，又不像你们男的什么都无所谓，女的总要有个依靠才好一点。文文，我知道你是在埋怨我不在大家伙面前公开咱俩的关系。是啊，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，咱俩之间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。我这么做就是不想耽误你。撒谎，不信。我没骗你，你不知道我的过去。我曾经伤过人。伤害过一个女人？那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呀？像我这样吗？那你别问了。总之，我非常对不起你。哥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女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个重情义的人。哥，是我要求太多了，以后咱不提这事儿了。
伤痛曾填满记忆，只因为始终相信靠正义才能胜利，总是在鼓励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，热血在胸中沸腾，勤奋用信念支持，千百次挥汗如雨，伤痛曾填满记忆，只因为始终相信靠正义才能胜利，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，热血在胸中沸腾，勤奋用信念支撑。